本期中奖号码是一号、七号、32号、11号、23号、15号。哇！恭喜！500万！我该怎么花？不对，如果让我这帮亲戚朋友知道我中了500万的话，肯定会跟我借钱的。我想，对，先给他们借钱，他们肯定不借给我。那这样以后，他们也就不好意思跟我借钱了。喂，台哥。喂，小明，什么事？那个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你能不能给我借3000块钱？3000块钱没问题。那个，你把账号发过来，我给你打过去，还是现在微信转给你。台哥，你怎么直接就给我借钱了，也不问？你现在还用这种套路啊？你是不是中奖了？没事，钱我可以借给你，不过那个过两天我买车，差30万，你可不能把我忘了。谁告诉你我中奖了？我换一个。喂，猫哥，怎么了，小明？你能不能给我借3000块钱？好呀，你是不是中彩票了？没中啊，哪有那么好中？没中，挂了。小明哥，怎么了，王炸？哎呀，我正在银行取钱呢，马上给你送过来。听说你中彩票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不在家。小明，哥给你送钱了呀！小明，为什么不开门呢？我来给你送钱了，说你中了多少？我没中啊！没中！那中了？没有啊！我还想着给你借点钱买车呢，你没中奖，你借什么钱？来！就你们知道的多，还把门给我撞坏了，就为了我的500万！就你们知道的多！咻咻咻咻咻！短。陈翔6点半。